快快快快！集合，欢迎我们凌炫归队。欢迎。恢复的怎么样？能正常训练吧？没问题。要不是因为某人厨艺太差，害我吃坏了肚子，我昨天就回来了。我看你是还想住院是吧？好了，不闹了。安娜本来想亲自给你道歉的，但是有伤在身，只能之后道歉了。我们言归正传。其实这次凌炫受伤反而是件好事儿。嗯，哎，我听你这话怎么这么别扭？首先，我们因祸得福，共同解决了闹鬼事件；其次，我们军业这个退队风波也都翻篇了。接下来他会跟我们一起备战神话。还有第三件好事，就是我们的齐峰学长终于获得了和安娜独处的福利。哎，你这铁憨憨藏得够深的，这完全是痴汉逆袭的节奏啊！你们别说我了，苏教练，你不说有魔鬼训练吗？有。哦，对了，现在我们球员都整齐了，那本教练就要祭出我昏天暗地宇宙无敌相亲相爱训练大法。考虑到我们的凌炫同学脚伤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所以我们的训练不会那么激烈，会采用一个新的苏式训练法。还算有良心。兔兔，上道具。噔噔噔噔！我这个相亲相爱大法呢，俗称捆绑法，简单来说就是把两个人的手绑在一起，做什么事情都不放开。这么狠，吃喝拉撒也在一起啊？嗯，准确的说，也算是吧。不过晚上七点，你们就可以把锁给解下来。我这样做是为了磨合大家的默契度。我们五个人分成两组，张小强、齐峰、沈学长，你们三个人一组，君叶和凌炫一组。我反对，这什么鬼训练，而且我还要和这个家伙绑在一起。反对无效。你呢，有意见吗？没有。